大件，我上个厕所，没有大件，没有大件，我们大魔抗。全是锁子甲，腰带、魔抗着。哎，这小龙好漂亮啊！改了，上个厕所啊。月神，魔抗大棒，月神，月神，月神，皎月月神，皎月月神，月神，来吧！这轮给我玛尼，我得把这个拿了。两个魔抗的冰女儿，1000码匕首，利桑卓朝他的目标挥出一把匕首，匕首会命中第一个敌人，造成300点伤害。在命中首个目标达到他飞行终点时，匕首会爆炸，造成100点、50点魔法伤害。匕首。这技能怎么叫1000把匕首呢？原来利桑卓撇的不是冰碴子，原来是匕首，看见没有？学到了吧？还给装备啊？哎呦我操！欧皇啊，蓝脸汉的这把呀，这把这不吃把劲儿？这皎月带科技枪龙爪是不是也挺猛啊？四星皎月10个球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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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撇了，玩决斗大师，他应该打不过我吧？我感觉，我直接先给皎月上个装备，先给个龙爪的。这算是打不死的。你们说到底他能不能打过我？能。我居然被这么两个破玩意儿给赢了，我的天！嘟，一只蓝手兔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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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拿个大树。来把月神，我在想呢，月神。哎呀，输一把也行吧，输就输了吧，可以输，可以输。不是不能输，哇！福星塔姆，二星塔姆，哇！这人，哎呀，这人福星塔姆加二星塔姆，你说狠不狠？嗯，你说狠不狠？皎月撇了，玩把决斗，等一等，别急啊！拿个分女，
别急，玩不玩主要看来不来吴亦凡，知道吧？玩不玩主要是看看吴亦凡来不来，先给个羊刀。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与我同在。既然吴亦凡都来了，我们就拿着他。有点弱呀。先给个攻速，呀，这什么呀？小蜜蜂啊，这是小蜜蜂，小猫，加菲猫。先给来个羊刀，刺穿他们。买什么？买福星啊！啦啦啦啦！别扯淡，别扯淡啊！别扯淡，别扯犊子。这轮升了吧？我觉得升了，我整俩分女上上来。这分女给吴亦凡套个盾，我们直接一个羊刀就开始连胜了。我跟他妈扯犊子了。开始连胜哦。十六，差四块。我准备好了。我决定换两个前排。我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可是不行了，这他妈的，这咋整这？五六七八九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这轮要赢了，把这俩卖了。我们现在只要前排能顶得住，我的吴亦凡就无敌了。就怕他顶不住，啊，这剩个盖轮，这随便射，别了。赢不了，干啥赢不了啊？因为啥赢不了啊？为什么赢不了？给我一个解释。我这不无敌啊。
给点攻速，快快快，锁着甲也行，给个大剑，又给铲，哎呦，这两个东西没用啊，这俩东西没有用。不过莫甘娜是可以用的，莫甘娜留着，莫甘娜前期还是挺猛的。利桑卓，利桑卓能配耀光，皎月不能配，皎月只能配刺儿了，是不是？这可怎么整？皎月只能配刺儿了，那皎月也没用啊。皎月确实没什么用。他的狼人可有点猛啊，月神刺儿没见过，月神刺儿先升个六吧。刚我打的那哥们儿是不是有点猛？上一轮打的谁？打的这第一名，第一名有点猛。我操！他们这就启动了啊？都启动了，我还没启动呢。拿个猴把人马换了好了。要不然这轮赢不了，还得卖皎月，哎，有点烦。卖不卖？不卖了吧？为了一块钱把皎月卖了不合适。上俩斗士，不换天选了，我们直接上营口开地就可以了。皎月升三也行，能用，没事。再输一轮吧，希望碰上这倒数第一，希望可以碰见这个倒数第一呀、啊。碰见前面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赢不了。可以来个大剑，完了没大剑，我操了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玩了，没有大剑。海地啊，
把吴亦凡递到二，可以再递一小轮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吴亦凡升级了，再把前排的质量递一递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哎，这回吴亦凡就不一样了，这回这虚区他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努努站左前角，那皎月往中间站，右边站位，中间塔姆大树。给龙刀，你以为我不想给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你赶紧给我放技能，快点的。我也想给龙刀啊，可是不行啊，没有大剑，上轮给大剑就好了，上轮给大剑我先整个春哥呢。其实利桑卓月神、塞拉斯月神都比皎月月神好，就皎月月神没用，真的就皎月没用，其他都有用。电刀、复活甲不要龙刀，龙刀、电刀都行，他只要能给，前提他得能给攻速或者是大剑，攻速大剑随便来，我拿哪个都能用。前提他是能给，看看这狼哥给不给劲儿，他要老给这全套大棒子，你说咱怎么玩？你说咱怎么玩？快点给我个皎月，这轮给皎月，快快快快快！这千珏不能继续拿了，千珏继续拿我这升不起来，而且他升了也没用，不拿了。又给吴亦凡，哎呀，差一只，俩人一共差一只。他妈是黄金圣斗士啊，我操，不过差点意思，兄弟还是不太行啊。为啥晕了呢？给我来个皎月，来一个吴亦凡，我直接把吴亦凡一升，我们四星吴亦凡开始缩血。拿了吧，给一个，漂亮，这还给我省一个 ，nice 啊！拿下，兄弟们！选秀拿大剑不无敌了，绝对的无敌。
升级，开升上个千爵，再拿俩千爵给他升到三。哎呦我操，有点不像人了，蓝莲汉有点不像人了。这塔姆一会儿给他换了，给他换成狼人，拉七上千爵，拉八上寒冰，哎，给这塔姆一换成狼人就完事了。小月法包一会儿给吧，我现在能锁住血，没事。我这质量要再锁不住血，那我不玩了，真的。四杠三，一个四星，一个三星，还不打死他们？倒数第一死没死？快死快死！倒数第一死完以后，我们就倒数第一了。这哈子一拿，拿个哈子，他指定想要这哈子，那我就拿劫，也不用在这晃晃悠悠的。好多铲着，这把先要龙刀。因为刺客不算是很多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不太需要春哥这件装备。蛤蚱不拿，他等着我拿呢，我还拿蛤蚱，他等着我拿呢。我往那边走，他就往那边走，这人可坏了。防建模就一家建模，这家是什么呀？灵魂莲华猎人，哦，对不起，你要输了。他是怎么一直赢的呢？我都没明白了。就你这质量，你为啥能赢啊？你因为啥能赢啊？这是你凭什么赢呢？搞不懂了，你多傻呀？这吴亦凡跳舞怎么好像跳舞有点意思啊？这小造型，这小造型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吴亦凡肯定得被削，你们知道吧？他被削，削成什么样呢？就是炮台的射程跟吴亦凡的射程一边高，啊，可能会削成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？现在炮台的射程是满，是全地图，我估计削就得削成这样了。炮台不会跑，
那炮台不会跑也那啥呀？炮台不触发龙刀那不行，那就太弱了，那有点弱了呢，那不行。给个大剑，快快快快快！看吧，大剑，大剑！水银吧。一个匣子或者是窃贼手套，想一想啊，给什么东西呢？给水银也行啊，黄剑魔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想给狼人上全套的，不过算了吧，狼人我估计也升不到三，能升到三的只有千珏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有个问题，就是拉不拉巴，知道吧？拉还是不拉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他这猫咪是一二三四。左边四格，那我就是一二三四，我站这儿。我觉得给法爆吧，给法爆，然后这边整个法一，对不对？这法爆给他吧。哎，别跳，别乱跳。不用啊，有水银。对呀，就是有水银，所以让他吹呀。有水银才让他吹呢。你以为呢？我决定升了，我们这么有钱，我把它升了，然后我拿个剑魔，如果最后这个神射手我们打得太费劲了，我们打这神射手打不过，我们就主动上个剑魔把它瞪过来。小月站的位置就有点问题，你看，就让他吹呀，对吧？让他凌风没用，学到了吗？学没学到？把学到了发在公屏上。给千珏一个手套，已经不能给皎月装备了啊！再给皎月装备就不行了，要么就给前排，给千珏上个全套这把。或者救赎也行，救赎没用，我要救赎。瞎子，瞎子有啥呀？瞎子有春哥，没人给呀，春哥，春哥给不上，没有用，春哥。这大树我拿不拿呀？你升不升大树？我信你一波啊！你最好是能给我升了。
别要卡我3块钱，反正也便宜，没事，拿着吧。我看哪家我能打不过啊？我应该会碰上这家了，这波，或者是这……哎呦我操，这小法师真有点厉害啊！放这儿吧，我把这小法搞一下。哎，如果我把皎月放到这里，还能不能就是打到那个小法了？就是这个法医还能不能打到小法了？三排啊，行，明白了。那我就放中间是最好的呗，他小法站这儿，他小法站这儿，我站这儿，我能打到这格的小法不？我看一眼吧，我看一眼。那我估计这波 这应该碰上盖伦了，这波。我看看这个皎月能打到几格啊？哎呦我操，这水银真好用！虽然我没打过，但是这波水银确实是比较好用。哎呀，居然让我输了！哎，是吧？是吧了。哟，这不神装吗？蓝 buff 啊，蓝 buff 神装，我试试啊。我要是站这儿，能打着蓝 buff， 那就说明啥呢？那就说明我们是可以的啊。那行，站中间能打着。狼人漂亮，找千珏，上个寒冰，寒冰努努。我操，大叔要删了！哎呀，刚建模没上，刚建模没拿，上了个蛤蚱。真肉啊，盖伦！寒冰没拿，不能吧？哎呦，寒冰没拿，有点伤啊，没看见啊。下回递的慢点，稍微仔细的看一看。这也没有寒冰啊！我他妈的八音口把大树递到山了。爬到下一波。哎，你好啊。差一针，差一个千九。
腿，打我的脚月啊！他打不过我，他怎么打他也打不过我，有点。我们现在唯一打不过的可能就是那家射手。赶紧给个千九，升到三，千九一千点伤害，一下打两千。算了，既然这么牛逼，升了得了，不升白不升啊！就这家射手，我们可能有点打不过，你知道吧？我把这皎月放中间，右边吧，放右边。有吹风吗？没有。行。全剩前排了，前排没用，虽然他很肉吧。哎呦我操，一滴血，千九，我不让你拿，我气死你！我也拿一个，我拿俩，我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哎，我整两排。一二三，这不行，这有点傻逼。这样我们就能覆盖全场。哎，往左边点。两个法医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这波四星吴亦凡应该是给他推没了，平推，拿下，你能不能把他掉点血？漂亮，你把他打死，我把你打死，我们吃鸡，你拿个第二，是不是挺好？你好啊。对，你就扎堆站啊。他站哪都没用，他站中间都没用，现在好像。一二三，应该能打得到金克斯吧？对，就打剑魔跟金克斯，往这边来一下吧，来，这样应该能挡着剑魔跟金克斯，差不多。呀，这小子换位了。我打不过他，但我打得过这个。你别死，对，你别死，你别死，你把我赢了这波，下边你俩打一波，哎，下边你俩打一波，你把他打死，我把你打死，挺好，兄弟。龙刀给谁呢？努努吧。我们现在能打得过第二，打不过第三。
又给妮蔻啊，我以为又能给我个妮蔻呢。差一只千珏，我估计够呛了，升不上去了。把这卖了地也没用。这哥们儿指定扎堆儿。哎呀，我们拼碰运气吧。可以啊，你把他杀了，你把他杀了，你把他杀了，快杀了他！我操！我吴亦凡，我吴亦凡这么多炮台，有点打不动人，你们看见没有？哎，为啥打不动啊？他这是什么玩意儿了啊？我吴亦凡打了能有一万点虚区，完了那小子吃劲儿了，打不动。哎呦我操，打不动人，这哥们儿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不动呢？放了那么。